六四前夕的老友碌街，今天是6月3日，咁有我手足啊西瓜头屌总理，同埋依一个嘅东方无敌的御医，依个名镜大师列大夫，系啊，杀人命医平一指啊嘛，系啊系啊系啊，列大夫。咁啊，今日咧即系一个千唔好个意思，万唔好个不是啦，因为我哋公司咧烧 fuse， 咁啊3点几嗰阵时做紧后期嗰阵时咧，啵一声烧鸠咗 fuse。所有嘅嘢又重新再做過，咁啊睇嚟我哋換電箱咧就真係事在必行啦。仲唔係事在必行？換一冷氣又冷用啊，個電箱壞啊屌！係啊，咁啊噗一聲跳咗掣，咁啊所有嘅嘢延後一個鐘頭。咁我啱啱先同阿 Jordan 咧錄撚完依一個嘅老屋碌街啊，咁啊內底邊有落，我又趕咗落嚟，我亂撚咗個環節啦。咁我哋今日咧，而家今日咧就係行依一個嘅銅鑼灣嘅維多利亞公園。其實咧維多利亞公園行一個圈嘅，之後一個鐘頭行到噶。一個鐘頭行完曬。行得曬。OK。行得曬。咁啊，咁我好可惜啦，即係31年嚟，第一次啊香港話冇撚咗依個燭光晚會啦。係。係嘛？咁啊，但我覺得依一件係好事嘅。咁啊，詳情可以睇我哋今日嘅大院有落。香港的六四回憶，緊接住依一個嘅老友碌街嘅，點解我覺得係好事呢？當香港人已經完全忘記咗六四，原來都唔撚 care 再有冇六四嘅時候咧，其實只係你中共值得最撚驚慌嘅時期。你覺得點解咧？我就從來就好抗拒嚟呢度做個圖騰嘅，係啊，即係數人數又好，悼念又好，我係從來，因為咧。悼念在心中，或者紀念六四咧，唔一定係一個大台嘅。就係最主要一個問題，唔關佢大台嘅問題。鳩坐係冇人問啊，行動至最實際。你睇見嗰班即係我嗱，即係你知我對法律有啲意見㗎啦。嗰班咁撚樣咧，喺度做埋啲馬騮戲咧，哭喪啊，坐喺嗰啲哭腔啊，喺度嗌啲咧，跟住燒嗰集簽名嗰啲嘢咧。系啊，即系阿蔡耀昌喊捻完之后，咁大家请捐钱。系啊，系啊，即系我唔敢得噶，真系。系啊，咁啊，列大夫，你嘅六四嘅睇法又点样样啊？我哋会煲蜡咯，你会烧蜡烛啦，但系我哋系唔限一个地点嘅。你限地点啊？OK， 咁啊，即系当然我哋有自己嘅方法。我最痛心嘅咧，只系得一班人嘅啫，就是、天安门母亲讲捻完噶啦。系啊，因为我觉得呢班嘅女人系真系好可怜嘅。母亲当时都俾。即係資料會攞嚟 condom 咗佢啦。係啊，所以依班嘅媽媽咧，含辛茹苦養大班年輕人，係嘛？即係做國家嘅棟梁，點樣樣點不知咧？就屌你老尾啊！就冚家產俾班冚家產中共咧，肥鳩死曬嗱。但我哋做一個好詳盡嘅分析，即係我哋會解釋到咧六四嘅關口同而家今日香港立國安法嘅關口咧，係值得借鏡嘅。啊，當然裏面好多嘅微妙嘅關係咧，今晚大家睇大院有落咧就分享得清楚啦。咁、okay. 當然啦，我唔而家講咁多啦。咁、啊、我哋而家其實有冇黑掹掹噶阿琪？我哋第一次出撚咗咁撚夜嘅地方啊，係嘛？咁我哋以前咧，原本如果真係去到六四咧，依度已經係好撚虛冚噶啦。真係都係噶啦。係啊。嗰晚嘅銅鑼灣都逼滿曬人噶啦。係啊。嗱、啊，我哋可以咁樣樣嘅，我哋又可以行下依邊先。而我哋行一個快嘅圈，然後去天后都 OK 喎。OK 好啊。好嘛，去天后嗰邊睇下，都冇乜問題嘅。咁啊，葉大夫，你哋醫藥界啊封撚咗添喎，佢老母又係。係喎，唔入得咯個窿。佢老母喺呢個窿唔撚入得喎。有冇唔入得嘅窿啊，葉大夫？哦，有啊，好多窿唔入得噶。係睇下你情我願嘅呢啲。係係係。好啊，嗱，我隻眼咧就越嚟越閪啦。因為咧夜晚咧就真係好難睇撚到啊啲字啊，唔得啊，要等隻眼咧，即係有白內障，有白內障嗰陣時咧人工晶體移植咗，咁我就散光白內障近視一隱隻，搞眼掂啦，屌你老尾！葉大夫嚇，講一講啲眼睛嘅問題啊，夜晚睇嘢好辛苦，係應該點樣樣做呢你好明顯咧個眼啊有個乾涸症狀，呢個喺中醫嚟講叫津虧陰虛，即係又唔夠津液啊，津液唔係精液啊，津液又唔夠陰血係嘛？情液嘅話真係啊，情眼睛啊，精嘅液係啦，係精嘅液嚟啦。但係有啲人咧，我哋見到近排啊，成日係咁流眼水，咁嗰啲啊，燥火又唔夠瞓，又擔心前局係嘛？即係嗰啲人咧，一走出嚟對住個鏡頭係咁流眼水喊。
咁啊，咁嘅情況。你講緊陳茂波係嘛？我應該係啦，大家都係好明都明示嘅。係嗱，一個肝一個汁，兩樣都係病態，請尋找你嘅中醫師治療啦。係。咁啊，如果真係隻眼係咁狂流眼淚。咁啊，點解會即係又因為個肝嘅問題？係又係肝，又係肝。嗰個係咩？肝火重，肝火盛。O K， 阿喬，阿喬小心啲，你嗰邊有女人，係啦。掛住飲酒係咪？明唔明啊？即係咁啊，唔係幾好。眼光係咩問題呢？可能你望嘢多，啊成日唔知睇咩網頁。有啲人喺 Twitter 又唔知睇咩網頁又贊好，係咪？哎呀，又多謝阿 David 啊 ！David 即係第一個，多謝。係啊，真係好，次次都打賞我哋，多謝 David。好啊，阿喬影一影。原本聽晚依度就坐滿人嘅，而家屌到尾坐滿綠色小朋友，係空喵喵嘅，係啊！我記得有一年咧係橫風橫雨，好撚大雨，有好幾年都係嘅，係啊！你嚟咗幾多次啊？十次以上啊！我咧就嚟咗一次，我覺得係人生污點嚟啊！點解咧？我就係喺六四二十周年啦，即係2009年啦，係係係。就走嚟誒嗰次，係中大係咪港大中大嗰個民主女神像俾人搶鳩咗、收鳩咗佢嘛？係係，我 friend 係有買我嚟，係有買我嚟，我幫好啦，我就同佢嚟咗一次，係係啊，咁啊仲買咗本類似六四廿周年嘅書添，當時哇！我真係好撚想入去，你真係吹撚我漲，網制啊，網制啊，真係得啊，犯法咩？我話壞撚咗噶嘛，係啊，你而家直播緊啊，唔好做啲咁嘅嘢。吸咗幾次啦，大佬。咁嗰度有人嘅，點解？漢奸嚟㗎嘛？嗰啲唔係喎，路嚟㗎，路嚟㗎，唔係入到去，唔係入到去㗎。咁我哋可以喺路嗰度。可以路入去啦。係啦。係啊。阿列大夫，好似嗱，因為一路行咧，見到好多人咧著啲 legging 跑步啊。係。咁啊，使唔使影下？係，等陣先啊。上升嘅期，系等阵先。你前几日复我嘅 BNO 问题，复咗一半，你争一半，不过都系要支持住先。好多谢你，我争你边一半嘅问题，你再留言话俾我听，我争边半 part 未答你先。你话俾我听啊，呢个阿 Leo， 我喺接直播同埋答埋你。咁啊嗱 ，legging 嘅问题咧，好似咧男人如果着 legging 嗰啲裤多咧，打三锤，唔系呢个问题，打三锤就益捻咗佢啦。而家比那山闪啊，系，你有冇听到啊？系，屌你成日喺汗底油啊，唔系袋底油啊。系啊，列大夫依只有冇得医嘅咧？依只有噶，有得医咯。系啊，点？但系要分闪定系湿疹喎？我哋叫阴袋阴囊湿疹、春袋湿疹，或者系山闪，因为出汗多啊嘛，压住晒。咁你有真菌感染、有皮膚敏感呢啲在所難免嘅。想鬆身啲、透氣啲嘅褲先係。梗係咯，如果著嗰啲貼身褲，即係我哋又唔係嗰啲職業運動員，好難搞嘅。咁我又想請問啦，喺而家依日嘅大熱天時，即係我哋喺街頭巷尾見到啲女做運動好，唔肯做運動好。著依種嘅 legging 比皆是，咁其實個個都有屌有咩臭閪菌咧咁樣。唔係喎，女仔好啲喎，你睇下個生理結構問題啊，你個春袋啱啱黐住個大髀來啫，女仔嗰度啱啱包好曬噶嘛，又透氣又 dry fit 咁樣幾好嘅。咁所以依啲褲其實基本上就係比女士們著嘅比較好啲，但男人嗰啲咧，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有男女分嘅，男嗰啲咧其實有個春袋位嘅，啱啱好突咗出嚟，你包住咗你就唔會搭住咗個大髀啊嘛，一搭大髀就生嘢啦。嗱，我喺度講少少嘢啊，我唔知道之前嘅裸露街談人街嗰陣時候有冇講過，其實係咁依 pan 一 pan 先。嗱，其實咧好撚多 gym 咧，而家咧已經出現一個倒閉潮啊。哦，你有講過。捱唔撚住啊！而家咧好多咧就出撚咗嚟咧。自己去健身啦，跑步啦 ，martial arts 啦，係做依一樣嘢。原本咧，依啲嘅 class 咧，已經咧係可以回復翻去個 gym 去做嘢。如果假設佢個 gym 係冇執笠嘅話啦，但係咧好撚多依嘅 trainer 咧，其實同埋啲客咧就走撚咗出嚟，自己玩依一樣嘢。因為自從佢哋試過唔喺個 gym 裏邊都 work 到。咁啊，不如再平啲啦，係啊。咁啲 trainer 你都知道，啲 trainer 咧喺個 gym 裏邊咧，就係去阿奇可以影下佢哋幾撚強橫，哇！屌你老味。咁啊，即係要俾錢噶嘛，佢做一啲叫 personal training 嘅 class 啊嘛。咁 personal training 佢要俾一個錢個 gym 咧去當場費嘅，咁啊慳翻嗰啲。係咯，好多 PT 走曬出嚟做。即係等於咧嗰啲當上半年咧 home office 咁流行咧，都冇事嘅話咧。嗰啲寫字樓租金咧仲下降。好啦，而家阿 Leo 問我，
如果 BNO 唔撚見咗，出世紙唔撚見咗，可唔可以申請 BNO？ 我記得喺節目裏面有答過你嘅呢度。你個出世紙，希望你喳喳冧，立即去依一個嘅生死註冊處補領翻一個出世紙，一個禮拜左右咧，你攞得到噶啦。攞撚翻個出世紙咧，你至少啲係啦，報失 BNO。嚟 BNO 咧，你唔撚想去警九個竇裏面去報失咧？代你報失咧就兩嚿水。係啦，但係個問題都可以得，但你如果連出世紙都冇咧，任何嘅嘢係做唔到。任何嘅嘢做唔到，所以你為今之計，第一時間你第一時間衝去生死註冊處攞翻你個出世紙先。因為你要報失你的 BNO 你一定是要將出世紙寄翻去英國的 passport office 嘅。如果唔係咧，口同鼻啊，你話報失又冇出世紙，就搞唔撚掂噶啦。所以你聽我講，你聽乜撚都冇撚做，要翻工打電話去老細九點鐘射波先，走撚去生死註冊處攞撚翻個出世紙先。或者去生死註冊。全程在網上預約，預約你再辦手續嘛，都是你的程序啱啲，你守規矩啲。咁好啦，我亦都即係今日趁今日啦，我哋難得叫埋得到。嗱，行公園咧，七點零鐘咧，係上一個世紀嗰啲老人家好中意嘅。食完飯再行，係啦，因為好健康嘅活動嚟㗎，係嘛？好啊，李大夫解釋一下點解食完飯去喺個鳥語花香誒呢一個嘅。空氣乾爽通爽的地方行花園對身體好呢？哦，這個問題都幾牽強的，例如但是都要講一下，促進腸胃消化，有少少運動，但其實我們現在今天反過來，我們行完才吃東西，是即是這樣的情況呢，在我們的角度陰陽有分別，其實夜晚越夜做運動對身體越不好。哦，阿俊條撚，你知不知道他黐癮了？做什麼事呢？兩點鐘他才走去gym做運動的。哇，所以他現在體型是一模一樣咯。是啊，是啊，所以不要太夜做運動。阿俊，你的撚樣，如果你聽緊 live， 我話俾你聽，你我叫撚咗你，你唔撚聽我，你以為我臭死，你以為我講嘅嘢唔撚夠專業。其實實情過嚟爭一個 certificate， 我就一個出名嘅聖手嚟嘅。你話係啦，真係嘅，佢爭少少啊，佢讀多少少就掂啦，可以執業㗎。而家有專業嘅中醫師話俾你聽，唔撚好遲過十二點鐘去做運動。係啊，夜媽媽做運動，陰陽逆轉係咪？所謂上土下日。跟住佢話俾你，我係美國人，你冇睇美國時間。係啊，咁去美國咯。係啊，咁佢話佢本明天本公司休業一天。OK， 得你記得去攞翻你。非常好，非常好。咁啊嗱，我哋依度見啦。平時通常你個大台應該咪即係大概依一個位咯，應該。我而家坐滿幾多個籃球場啊？係啊，應該去。通常咧就嗱，為我個蔣君強依邊入嘅，記得啊，喺嗰度 Victoria 嗰個 Queen 嗰個入嚟，咁跟住依度都坐滿嘅。咁真正正咧再去到近天后嗰邊嘅。我哋嗰次就天后入咯，就係啊，天后嗰邊去。即係你諗下，即係香港依一鑊嘢，好撚多嘢都唔撚俾啊，又唔撚俾我哋講結束一黨專政。又不能讓我們說打倒中共，屌我就偏要說屌結束一黨專政，屌你打倒中共，習近平下台，屌你老母吹啊，我留緊曬啲 digital 嘅 buffet 度，唔撚捉我你龜生，我屌你老母。即係你其實講呢啲説話咧，其實咧係一個即係你嗱冇撚錯嗱，講撚完 你未必會做啊。你維護我有一個唔愛國嘅自由啊嘛。係啊，或者美國人都可以唔愛國㗎。啱住對。屌你咩？Fuck America 啦，嗰集黑鬼喺度搶嘢嗰時，咁你都，但你都要維護佢嘅自由噶嘛。但佢去搶嘢，佢真係真行動嘅話咧，你打交佢啱唔啱啊？呢件事，但如果佢喂我口述，我或者表達，咁你都唔能得嘅話，咁就真係嗱思想限制啦。當好撚多嘅人都係攞把口做嘢嘅咧，你冇撚得俾佢攞把口去再做嘢咧，佢就變撚咗真係去做嘢嘅。你咁緊多聲咧，喂！正所謂無聲狗咬死人，冇撚錯啊！你俾佢，你俾佢吠下，宣宣泄下。喂，即係點解？譬如我哋而家維園啦，點解要有講殖民地時代有城市論壇？係就因為咧，俾你班廢佬、星斗市民啦，就喺中環紅金寶。係啊，冇錯，你喺嗰度咧，就喺度鳩噏又好，發表政見又好，但其實佢可以唔撚理你喎，即係有個地方俾喺度嘈，喺度講，喺度鬧啊。係。喂，想如果大家記得。城市論壇當時嗰啲有啲阿伯咧，咪攞支硬卡自己卷個麥咧，同埋鬧嗰啲泛民嘅成，同埋攞嗰個水桶啊，係啊，剪撚咗個蓋佢啊，跟住鬧嗰啲泛民啊，咁但係當時咧係冇人會唔俾佢哋做，係啊，即係正反意見都得嘅 ，OK 係咪？
咁但係係要有一個宣泄渠道咧，咁先至可以咧，等啲人咧個情緒可以得到舒緩啊嘛。你睇下我情緒得唔到舒緩啦，人哋可以拍拖，我哋三條麻甩佬鳩行，屌你老味！好啦，阿列大夫又有個網友去問喎，列大夫你真係好鬼馬，高大靚仔，高過鱷魚幾個頭，我屌你啊！中醫現代化。同我哋以前嗰啲細個中醫完全係兩碼子嘅事啊！嗰啲老餅啊，油兩撇酥啊，又猥瑣啊，殭屍清朝嗰啲咁樣，嗰啲喺黃百子群面前，主要係就你下邊啊！呢個唔係問題嚟喎，下山三千字唔好講啦。感謝感謝讚美。另外問嘅問題咧，就係問如果係中午做運動，烈日高誒當空係好唔很好嘅咧？喂，咁你自己睇自己有冇充分嘅水源補給啊？你自己會唔會容易中暑？或者有時有啲體型比較龐大咁嘅情況下，你就差唔多可能五分鐘、十分鐘要歇一歇。但我哋比較建議啦，係睇時間嘅。如果你真係烈日當空，就唔係關時間事，而係關嗰個室內定室外嘅場景事啦。咁我比較建議日頭晏晝嘅時間，譬如好似鱷魚練拳嘅時間，應該係好時間。朝頭早十點前啦。係啊，呢啲係非常好嘅時間。越入夜嘅時間，你應該要休息嘅，因為陰即係時間，晏晝夜晚嗰啲時間，你應該要休息。係作息。係啦，日頭嘅時間陽氣重，你應該要運動。即係或者阿俊應該考慮喺兩點鐘夜晚就係床上嘅運動。跟住瞓咗，跟住瞓咗，咁可以即係真正休養生息啊！咁啊，如果喺烈日12點暴烈嘅太陽酷曬之下，又站喺一個嘅屌你咩海灘邊浸鹹水咧，咁啊好唔好咧？哦，浸鹹水啊，浸鹹水，浸鹹水非常好啊！我有一集講過㗎，對皮膚濕疹非常好啊！好嘢喎 ，soft bath， 好嘢嗱，因為咧浸鹹水一招醫皮膚濕疹咧，係啊，非常好㗎，係一個大家人教我㗎，佢話。丢你老味！我呢啲住水食水嘅人，啲边有话唔食得海鲜，唔食海鲜食屎人嘅嚟？喺个水上边系咪咁嗱？烂到啲蚊上咪食咯。系啲细路生皮肤，你叫生皮肤啊？系掉沟晒落去浸啦，浸一浸就冇事啦。系哦，所以靠山吃山系嘛？即系所以我哋讲曾经讲过呢个死海盐啊，其实佢对于皮肤病系非常好，因为无论你话系山蚬，你可以杀晒啲真菌。你濕疹問題，佢調節翻啊！但係當然啦，就要稀釋下嘅嚇，因為真正嘅死海鹽咧，其實極度鹹嘅。咁啊，如果你話喂香港正常鹹水，而家個海我唔建議你抌落去啦，可能以前好啲嘅。即係我最怕你有傷口入嗰啲大腸桿菌就大膽喎。係啊，我咧就即係喺今年咧，我有去浸下海水。即係講真，如果你個交通方便嘅話，許可嘅話咧。其實淺水灣是最好的水清就真係沙靚啦。冇錯，嗱我好開心見到咧，香港有好多人咧都做運動啊，係嘛？即係有跑步啊，嚇喺即係依個時間裏邊，我話有幾個問題要解答嘅。第一個問題就係問阿列大夫咧，點解係一年前嘅列大夫中醫教室同阿思琪妹嗰陣時？係同而家都比咧，當年由一六七咧變緊咗，而家英俊咁撚多。係因為思琪妹實在太吸引，所以我需要發奮圖強。係係啦，就係咁啦。但係失敗咗，所以係啦，客席嘅主持就變咗我。係啦，哎係喎，係啦。如果唔係，我哋加多個。喂，點啊？花木蘭嚟得未啊？花木蘭都得㗎，不過近排咧，因為佢上網要讀 physics 啊。哦。佢而家佢依一個 summer class 喺網上面教啊。係。咁佢而家佢成日都要喺屋企裏邊咧要讀書。我有睇你琴晚個節目啊，睇 UBC 開天光啊，真係慘啊！屌你老尾，唉，真係火都嚟撚埋。同埋咧，我都有想講啊，既然你講到 UBC 咧。今集嘅大院我都有講過嘅，六四嗰陣時好多嘅 UBC 學生係喺學校裏面 protest 中共嘅殺人屠夫。今日嘅香港嘅反送中修訂運動，同埋而家依個反國安法，UBC 係笠撚曬水。所以喺嗰個嘅程度上面嗰個學生嘅質素嘅改變咧。大家是見得到的。不用說什麼，我們首先我們香港那五個大學校長都簽署贊成簽過，就是通過國安法。你回想回1989年那時六四，那當時那些那時只有中大、港大或者大專那些校長，當時的表態是怎樣的？所以不能結束一黨專政，中共不能下台，習近平不能死全家，咁我哋屌你個咩世界，同埋依一個嘅香港啊，或者係中華民族點會有救咧？咁呢就好簡單嘅啫嘛。咁啊，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問啦，香港是否需要各位市民聯署，要求特朗普出動軍隊幫助香港解決目前嘅困難？嗱，依啲咧我就覺得你就冇得即係打飛機啦，冇得打。喂，都唔知收你得嗰啲信啊，你要簽啊，屌你啊，簽緊咗，
當然人哋嘅國策有人哋自己嘅方案。我喺度講過 N 咁撚多次，美國嘅國策就一定係對抗中共，一定要中共落台。同埋，如果美國攞到佢需要嘅利益嘅話咧，佢係唔需要幫你香港人。冇撚錯。咁但係當然啦，佢亦都有國策知撚到喺依個 moment 裏邊生死存亡。再唔撚將中共殲滅嘅咧，美國係冇人運行嘅。咁就算我哋聯聯署出兵咧，佢要衰兵，佢自然會出兵。你得一個人去簽名，叫阿特朗普出兵，佢都會出兵。簡單啲講句，係啊，你當特朗普咧，當初就係黑社會裏邊嘅等伯。係。佢而家咧，佢唔係要幫，唔係要幫阿詹姆仔或者幫阿樂少去成為左管，佢係要平衡，等大啲個勢力唔可以抬撚曬頭，唔可以惡撚曬。係啊。嚇！佢要個平，佢係要個成個箭頭平衡，就等佢要個世界平衡。喂！佢要喺亞洲區裏邊咧。即係維護翻佢美國人嘅本，即係本身嘅利益啊！係啊，咁先係最緊要噶嘛。咁啊，當然啦，即係依一樣嘢，即係大家要記住依一個嘅 issue 啦。我哋而家喺依個 moment 裏邊咧，就已經係召喚咗個大佬出嚟，個大佬出撚咗嚟啦。咁啊，當然我哋要繼續要另一邊嘅我哋嘅敵人醜態拍出，好似我之前講過 N 咁撚多次。要用一個嘅無敵風火輪，令個大師兄不停啲醜態出撚曬嚟。香港人嘅責任喺去年咧就已經將中共嘅醜態啊、暴行啊、賤行啊、立撚殺嘅行徑啊，全部浮撚曬出嚟，等人哋知撚到中共有幾閪。OK， 咁啊，當然啦，亦都將我哋嘅 nobility 啊顯示咗出嚟。如果唔係五眼聯盟，點解會要講嘢要出招啊？同埋屌你老尾啊！阿 Boris Johnson 而家都話啦，擺撚到明要收你300-290,000嘅依一個嘅。嘅香港人啦，咁你換緊咗 BNO 未啊？但係咁樣，我覺得即係當俾咗 BNO 你，譬如我當即係英國政府話好啦，俾個居英權你哋，但係咧你要未來兩年嚟 land 嗱兩年內要嚟 land 嘅，住夠滿3-5年先至俾個 BC 你。咁但其實我覺得都唔係咁多香港人會肯。嗱第一啦，真係要可以過撚到佢，過撚佢唔撚死，揾撚到你做嘅。咁然之後西引咗一大人啦，另外識講英文亦都係好撚重要啦，係咪？冇錯，咁我 OK 喎，你 OK 啊？你 you go to school by bus every day，no problem 啦，係咪先？咁好啦，你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啦，你過撚到去其實有兩樣嘢嘅。今集嘅魚潭咧，你先 bring up 我大咗，我分析咗點解喺以前上世紀80年代中英聯合聲明嗰陣時候，英國佬抗拒香港人過去，係40多年之後嘅過去，點解 Boris Johnson 咧？就贊成要香港人過去。咁今集嘅鱷魚潭大家要睇啦。Okay， 我大概估到係點解啦。係啦，咁有一個嘅原因啦。咁兩種香港人都唔同咗。係啊，咁另外有一樣嘢咧，我都要喺依度同大家傾下偈啦。而家香港人要做咧，除咗好似我哋繼續保持依、這、一個要自保，同埋一個即係安身立命啊，同佢周旋到底嘅一個嘅決心之外咧、另外第二樣嘢咧就依、是、個資產管理。依、這個係絕對要重要嘅，我又冇撚理由咁撚多揾翻翻嚟嘅錢啊！總理屌你老尾，箭頭瞓覺嗰個枕頭嗰堆錢啊！屌你老尾，唔係人民幣啊！我都咁撚厚啊！屌你老母係咁以屌你阿媽我嚟晾嗰啲碟蒸魚啊！屌攞攞五沓錢晾晾魚，屌你老尾真係掏空咗錢係嘛？咁你都要守住個嘢噶嘛？啱唔啱啊？咁依啲嘅錢點可以安全地離開香港？唔好揸撚住港幣，會賴嘢咧。咁依個非常之重要。冇錯。但係大家唔撚使驚。我琴晚同阿 K C Sir 傾撚到12點，我哋已經諗撚咗個方法。我哋可以幫大家合法轉將啲資產轉移。係啦。同埋唔係走錢，轉移，同埋幫大家開離岸户口。而你係唔撚需要離開香港。OK。哦，非常之好喎，太好啦，福音嚟喎呢個，因為福音啊，係我都煩緊呢樣嘢。我哋咧，我似唔似嗱？你之前咧，我同阿李大福講點樣，即係將啲錢帶走啦。我咪最撚戇，最撚戇鳩就係你買黃金咯。買黃金塞喺度飛過去，買黃金帶走咯。你烏低身先，夾個攞油插兩條金條入去，有雞髀坐幾個鐘頭飛機去台灣，然後擺低佢，幫買翻出嚟。買黃金咯，最撚快嘅方法就係、是。我哋已經 crack 到一個好完美嘅方法，亦都係合法嘅。因為你都知 KC Sir 其實基本上是金融界的奇葩嚟啊嘛，係冇錯。咁佢有好多公司遍及世界各地噶嘛，咁其實佢亦都有一個資產管理的 service 嘅。OK。咁我將依一個 idea 同阿 KC Sir 講，其實好撚多在我的移民講座裏面見到啲朋友咧，好撚擔心其實就要將香港的錢唔好冇撚咗。
我哋好少行呢邊啊。呢邊我係趙田雞噶嘛。係啊係啊。夏天就少啦，因為慰問嘛。咁啊，冬天多人喺度搞咁搞嘢。咁啊，即係呢啲錢咧，點樣可以保住呢？就係其實咧，如果你譬如你去法國巴黎銀行開離岸嘅户口，你都要飛撚咗 Paris 啦。嗯嗯嗯。係咪？你揾Deutsche Bank？ 唔係，你喺香港嘅法國巴黎銀行唔得。唔得㗎，你一定要飛過嗰邊開㗎嘛。OK。咁好啦，你要開户口。屌你老尾！你拎住咁多錢過嚟，亦都有資金嘅管制，你都第一水錢入去啦。咁你入去之前，人哋問你點解要過嚟開户口啊？你一個支那人，你一個香港人，你無啦啦投去 Deutschland 去開户口做乜撚嘢咧？你去 Paris。再況且，而家臨病藥同埋依個武漢肺炎搞緊到香港限聚令啊，搭飛機又有問題啊。你幾時走都唔撚知。啱啱咧有個澳洲嘅仲有阿 Thomas 話俾我聽。係。原來咧。澳洲都有飛機飛嚟，飛翻嚟香港或者廣州啊，即係飛廣州萬幾蚊澳紙啊！冇撚錯啊，萬幾蚊澳紙。咁所以咧，少航班啊嘛，但啲人都嗱，你班撚樣，你真係講真，一定要請我食飯。如果你真係需要依種方法咧，我哋搞得掂咗。咁好快，密切留意我同 Casey Sir 拍嘅宣傳片。個門檻使唔使好高啊？唔需要。我第一個報名。得，冇乜問題。即係唔需要話要一千幾百萬啊嘛。唔需要。同埋咧，搞得掂咗之後咧，你可以上網。控制你的財富。Okay. 你亦都可以在那邊的錢運到那邊之後咧，你隨時可以 TT 翻翻過嚟。Okay. 甚至乎你在那邊的錢咧，你做一啲嘅fund 啊、bonds 嘅買賣，賺下一啲穩陣啲嘅，當地股票都得嘅，全部都係美金計算，唔使擔心。我知撚到你哋痛苦啲咩嘢 ，I listen and I answer。點解羅啊？係啊。主持與我的能力，我一定要盡量做好佢嘛。同埋我最緊要的朋友夠多嘛。你睇得住啊！啲講嚟殺鳩我哋。因為銅鑼灣書店事件再次發生。唔係，但係你個問題係咪你可以幫到香港人走錢衝擊一個聯繫會，即係冧撚咗？係咪屌你咪做一件毀壞中共嘅大事啊？屌你！我梗走鳩埋個賊。冇錯啦，屌你老味，冇撚錯。功德嚟嘅呢個。我話俾大家聽啊，方展博並唔係 K 師上。K C Sir 就是 K C Sir， 系啊，冇错，系K C 出咗名，露咗相啦，系咪先？系啊，方展博是不可以出名的，方展博我知边个喎，但我知边个，你知边个？但系唯独是方展博咧，系唔系？亦都唔系陶青云，亦都唔系谭。唔系，我哋嗱，固然我哋唔会透阿方展博个来龙去问，但其实佢出过镜嘅，系佢出过镜嘅，系好捻耐之前，好捻耐之前。啊！咁但係你見到呢個真人之後，你會好喺度，哎呀，即係原來咁嘅方志博，咪劉青雲咁樣樣咯。係啊，係啊。咁好啊，我哋而家過去依邊咧，就係應該係興發街嗰邊啦。咁啊 ，Esplanade 街 Esplanade 就冇鳩咗啦。係啊，哇！今日如果原來已經去到8:20咁撚滯嘅，不過快樂不知時一個，真係一憂盡條撚樣啊！眼愛嘛。如果我窮點算？你窮而家嗱，阿俊教你一樣嘢，糖食多啲愛文芒。吃撚到肚瀉，死撚咗佢，投個胎，係啦。閪知道佢食街咧，今年咧就要暫停食我文網，因為咧我有食緊翻飯，少少翻飯。咁但係咧，所以我要浸海水嘛。但係我買俾阿達炳啦，買俾我女上司食嗰啲，再遇重來。係。佢全部都要加單，嗱嚟緊咧就最後一次啊！最後一水啊！你千祈唔好撚錯過，你到時屌你唔好打我檔，唔好話閪。咁撚多人買愛文芒，你個撚盡，你話你窮？冇啦，屌呀！我今日加咗三箱。係，你個撚盡話窮，哇！真係啊！我女上司話數，跟住聽話最後一水啊，愛住先愛兩箱先，佢仲諗下睇下使唔使加啊，大佬。嗱，好簡單一樣嘢啊，俊，你窮就夜晚唔好去玩咁多嗰啲咩撚嘢，板藍汁樹枝，你心機去包面，係咁就唔會窮噶啦嘛。你掛住屌去汁樹枝。怎會有運行呢？即係裝賺錢的時期，你要去執樹枝，咁撚嘅辦法。哇！因為而家成個依個圍院喺依邊咧，完全唔撚同曬喎。係啊，以前都我都好少嚟依度啊。我淨係記得嗰時候去游水，細個嗰時候去圍院遊啫。有冇去過圍院遊水？有好細個。圍院咧，以前但我唔知而家仲係咪咧。以前個泳池咧，最深嗰位係5米嘅。係啊。好撚爽嗱，所以各位啊，我之後先再公布咗先啦，已經係拍咗版嘅啦，同 K 師長佢應承咗會幫大家搞嘅。咁我哋會有 seminar 講依個點樣開離岸嘅户口，將你哋嘅資產合法地，真係唔使擔心啊，完全合法，冇人 challenge 出到嚇。咁啊，可以將你哋嘅錢咧去到外國 ，OK？ 咁啊保本，你香港留翻10-20萬得㗎啦。有幾喂？佢哋講真啦。
大家有張 credit 卡，冇撚錯啦，有啲乜小仔卡數啦，屌、嗯！係咯，有張 credit 卡，個個啲 credit 卡都100,000以上噶啦，啲 limit 係咪先？有兩張個20,000，咁你留翻20,000 cash， 有40,000旁身，唔撚使擔心啦。你有咩？喂，你同埋上家都有個幾兩個月找數咁啊？你搭得要到時先轉翻啲錢過嚟咯。係啊，冇撚錯，係咪先？所以喂，有回音喎呢度。隧道都隧道嚟噶，效果好。咁阿列大夫，你又點解要諗住要將啲資產移轉咧？實在太危險啦！即係而家大家見得到，我哋只需要一兩個月嘅時間惡化得咁快，即係我哋作為呢啲專業人士，我哋亦都作為一啲危險分子嘅話，我哋真係要走定先。你唔危險？仲快啊，係咪？係啊，仲快啊，急劇發作啊！今日譚耀宗條臭鳩頭咧，就已經咧就話啦，任何議員如果唔撚支持立國安法嘅咧。咁啊，全部都 DQ 佢。咁嗰啲想準備想參加嗰啲就一定要可能宣誓嘛，要支持噶國安法嗰啲咯。哦 ，OK， 好嘛。咁、樣我哋唔評論得一個、有一個以前嘅人想去。要初選過咗先算啦。唔係，唔 DQ 佢先算啦。係啊，唔 DQ 佢先算啦。你或者見到佢都屌廢柴，屌佢有冇撚用？屌由佢入去啦！你放嗰個有用嘅入去做乜撚嘢？屌中共傻嘅咩？好啦，呢度就係興發街啦。阿琪有冇去過興發街 SP 買嘢啊？未出世啊嘛！你著唔著 SP 啲衫噶？獅子環球係一個好經典嘅財務故事嚟嘅喎。係啊，330嘛。係嘛？冇錯，佢上多日盈利完喺百幾蚊嗰度咧，分段即係批股出咧，就套現出售，跟住成功脱身嘛。喂，總理！喂，你好，我睇下邊個？你好，你好，直播緊，走，小心入鏡，係啊，拜，喂，我點解去到好山卡拉嘅？係啊，我揀女啊嘛，中間睇下邊個？係。咁跟住咧，當跌個股價跌到好撚殘，嗰得翻幾蚊嗰陣時咧。盈利完又有翻股喎。好啦，我哋最興嘅咧喺我哋嘅直播嘅時候咧，就經過呢一啲嘅時鐘酒店咧，就睇下有冇睇人喺時鐘酒店走出嚟嘅。OK。前面有一間維多利亞酒店，阿琪嗰間酒店咧都裝修啊，同埋都乾淨嘅，咁你都可以去考慮。你唔知邊間人，我帶你去睇下。好啦，列大夫有網友問你會唔會移民喎？唉，預備走啦，上啦。係嘛？但係你呢幾年應該仲見到我嘅。係。咁啊，加拿大嗰邊咧都出咗 warning 啦，有律師咧就話啦，中共可能咧就係當有任何持雙重國籍嘅香港嘅加拿大人咧，如果你參加一啲嘅民運示威啊示威活動裏面咧，佢有機會咧扣留你，唔肯俾你離境嘅。多謝阿 Fred 喺加拿大裏面咧打上我20蚊，加幣。好啊，嗱，阿琪嗰間維多利亞酒店。嗱，咪揾隱蔽先，去呢個地方。嗱，你同公司女同事嚟開房，冇人知噶，係咪先？嗱，睇下冇人出嚟啦，我哋，喂，過對面啦，華興木行嗰度，睇下冇人出嚟啊。嗱，因為去到電器度，今日真係遲咗啦，變咗我哋今日都冇辦法，今日 Jam 都會跟住我，變咗準時8:40左右啦，我哋哇，其實天候都好翻天覆地咁，唔肯同咗啦，同曬啦，係啊，有冇嚟過呢度啊，總理？冇啊，列大夫咧？冇，仲斬釘截鐵嘅你哋。我講好清楚，但如果去滾嘅話，就唔使嚟呢度啦。咁啊，但如果帶女嘅話，通常要酒店咯。係啊，兩樣嘢啦。我等邊個出嚟喎？一出嚟嗰時，屌好嘢！咁樣啊，幾多無謂啊？冇啊，冇人出嚟啊！邊人爆房啊？有時期驚驚死，係咪先？喂，總理有冇多去天后食嘢啊？早兩日去咗拍個走手走羊，或者同埋大利粒，係啊，都兩個都係好啦，係係，或者喺隔離，係冇錯，係。佢仲喺面對住我添嗰時，係啊，都係表咗對塔皮嘛。或者清湯臘、綠田園，哇！天后咧一到夜晚其實就唔係咁撚多人，係因為啲主要雲尾嗰邊 AIA 嗰邊嗰啲保險公司放曬，就少人。好多民居喎，呢度天后啊，係。
哇！嗱嗱，奇啊奇，你真係要嗱林啊，依個真係 O K 啊，係咪先？係啊，整啲光管出嚟，一下大家街坊嘅感覺啦。哇！跑跳，你睇下佢跑步，真係一樽啊！嗰啲係啱啱放工冇幾耐係嘛？換套衫落嚟就係咩啦？一幅幾一成嘢。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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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係飲一杯落㗎。好啦，上個禮拜咧，我就同阿花木蘭咧，都有嚟過依度行過。係。咁啊，當日星期日都好多人嘅。哦，幾？我呢度。呢條街有冇啊？有印象啦，因為我好少嚟呢度。係啊，我哋睇下啲夜景夜。喂，依間八寶春湯腩就我介紹過㗎。係，好食。好食。對，呢檔都 OK 喎。啊，全部都多人食喎。OK。係啊 ，sorry。但我想你喺度喺呢度咧，講講呢啲傳統嘅呢啲嘅餅店啊。嗱，呢啲紙包蛋糕好少有啊。嗱，紙包蛋糕，有冇食過紙包蛋糕啊？有啦，有啊，一定有啦。依只黃金蛋糕啊，椰塔啊，皮蛋酥、蛋黃酥、老婆餅啊、豆花餅。加拿大有冇啊？誒有。加拿大反而依啲有喎，嗱依啲有喎，因為嗰啲早期嘅先冇過去嘛。豆沙燒餅、叉燒酥，嗱啲合作酥又好味道嘅，好食啊，好合作酥好味道，係嘛？香蕉糕而家都試，有冇食過香蕉糕啊？食過，中唔中意啊？一般。嗱依啲街坊餅店啊，前鋪後居，係嘛？依啲多啲捧場啊，依啲係啊。好啊，多謝 Alan 喺美國嘅支持，係啊。多謝啊。跟住咩話？個活動係與手足道六四，唱俾手足聽。哦 ，OK， 好啦，啱啱講啊，如果啱啱睇到 YouTube 高登記者喺荔枝角收押所做直播，唔知咩事未到六四。哦 ，OK， 而家明白曬，因為我之前都見到啊，阿列大夫睇直播高登嗰陣時都話過俾我哋聽。喂，其實如果係咁，麻麻地好生意啫喎。唔係好多人喎，冇位啊，八寶春湯腩。係啊，係啊。廣東燒味得一張台，係咪？麻麻地好生意喎。點啊，李大夫，近排有冇多啲人出翻嚟睇醫生啊？仍然係網上應診啊？哦，我哋一向都係差唔多咁嘅人數嘅。咁啊，網上應診嗰度啊，同我之前講法一樣，我哋唔會喺新症睇網上噶。係。我哋都係覆診啊，或者你已經熟悉咗個症咯。因為冇得把脈啊嘛，冇把脈爭好遠嘅喎。啊，好啊，我想問啊，李大夫一個問題啊。琴日有個網友咧，就兩公婆上嚟咧，就係搞依一個嘅 BNO passport。係。咁佢咧就帶咗個仔仔上嚟。咁啊，仔仔咧就係讀浸大嘅，咁佢又問到好有趣喎，又睇平天閣啲少年軍嚟嘅，又係長頭髮扎馬尾嘅喎，咁啊我問佢讀咩書㗎，你估下，咁我一年估咗兩次都錯，佢又讀中醫。咁啊，李大夫，而家喺香港讀中醫嗰個情況啊，要讀幾多年先要上去依一個大陸要受做依一個嘅實習咧？中醫讀五年嘅，但因為印度。浸大咧，因為浸大咧，其實就我哋而家傾緊就係香港三間大學，佢哋實習都一定要翻大陸噶。哦，其實而家仍然係未有變嘅。去台灣唔撚得，唔得啊！冚家產。因為台灣讀咧，台灣讀係唔認可嘅而家。哦。嗱，所以我唔認可嘅意思係翻嚟香港執診唔撚認可。唔可以執。要唔就喺台灣做醫生得唔得啊？係啦，喺台灣做仲好啦，成個醫療市場做得好好。係啊，係啊。台灣啲女病人又容易啲咳針喎，做總理係啦，又開心啲係咪？容易咳針㗎，台灣係咪都咳針㗎？你都落得針㗎 ，OK 啊！你成日都落針㗎，唉，冇提啦。咁我話葉大夫，即係我想問啊，即係如果有一啲嘅嗱，即係講得白啲啊，香港嘅讀中醫嘅學生咁你都知道啦，即係你中醫界隻顏色係咩色？大家心裏有數啊！咁如果要揾啲黃色嘅人睇住，咁又點撚樣做法好咧？哦，即係黃色人睇住個執業制度定點先？即係佢跟啲大佬啊，或者我啲師兄會照住佢哋啊，嗰啲咁各方面嘅嘢啊。我同你講啊，而家顏色嗰度大家好清楚啦。其實我哋中醫界啊，咁啊應該都係紅色、藍色、紅色、藍色嘅啦。即係其實我哋咧，即係而家要謀求一個新出路嘅。咁其實我哋見得到以前有啲手足啊，咁佢哋都唔續牌添噶啦。基本上係唔續牌。咁啊，但係佢究竟點行醫呢？即係我哋而家覺得佢可能甚至放棄行醫資格，為嗰個政治理想係有人咁做㗎。解放旗兵裏邊有成扎醫咁啊？係啊，你話得唔得咧？咁你而家講啊，佢犯法喎。
但而家法例係點咧？係嘛？即係我哋有時都唔係好贊同噶啦，即係去到咁嘅情況。咁醫生喎，咁點算啊？咁即係基本上，喂，不如大聲啲講，你不撚樣，唔好撚再喺香港讀中醫，過撚曬去台灣讀啦。如果你係對台灣未來市場，無論係經濟啊、將來政治發展啊、民主啊，或者你覺得安居樂業係好嘅，其實我覺得即係如果見得到內地嘅學位，其實將來佢嘅認受性淨係喺香港同內地，將來只會圍堵咗。咁我覺得喺台灣係一條新出路。唔係喎，啲藍絲同你講，你都撒謊㗎，14億人個撚個病，你發喺佢主頭喎。每人開一隻咁冇茶嘅話，屌你老乜你嘅有錢過當初喎。係啊，我唔係咁睇，原因就係因為我相信未來會有一個好劇烈嘅變化。呢個劇烈嘅變化咧，我相信台灣會成為天之驕子。即係咁冇茶市場冇咗嘅。繼續有嘅，冇問題嘅。但係一講顏色，你一句都唔講得，你係嗰隻顏色，佢又唔睇你，咁我覺得呢個唔係市場主導。好啦，啱啱有網友話咧，佢21號申請到10,000元，7月攞到錢就支持 MMH 啊嘛。首先多謝你先。嗱，老實講，雖然我窮，但如果你比我更加窮嘅咧，就頂住先，因為香港一段時間都唔係話真係好揾得好去邊。即係我覺得依一樣嘢大家要小心嘅。即係我喺咁多集裏面我都係叫人哋你走。如果你真係唔想香港嘅，有方法俾你另外最快嘅方法可以離開。可以保護到個資產嘅，盡量做一啲保護資產嘅嘢，同佢鬥命、鬥長命。喂，講真啦，佢屌你老味冚家產，全港屌你老味9,000,000人死清光，我哋都要攞錢買香檳啫嘛，屌你冇錢買香檳咁，屌你邊喺個同你飲嘅啫，大佬啊！唔緊要，我有，你有啊？係一齊開香檳過嚟揾我。係啊係啊，咁之後要一樣嘢，咁即係管理好嗰個資產嘅揾重要。咁頭先啊，再回應阿列泰夫咧，其實而家去台灣嗰度咧。除了一些經營者的移居方法、其實讀書呢讀完之後畢業找到工作呢都可以做申請這個移民的、所以如果大家 我都問一下列大夫一個問題其實幫我老友答的就是網友答你的兒子如果真的這樣的情況你兩公婆就當然是咋咋臨移居去台灣啦跟住你的兒子就跟著你的讀書咯、是不是你咪讀書讀完之後你將你讀的個中醫調咗去嗰邊讀，跟住你畢緊業咗，你又可以移居。係，即係台灣計劃咧，如果你有能力，亦都有想搞嘅話咧，我就好建議大家搞，因為有啲人係有能力又想搞，但係個客觀環境令到佢搞唔到咧。邊個咁樣答我？嚇、你啊？我屌你！你鏡頭面前問我點答你？係佢本人客户真係資料絕對保密㗎，大佬。人才即係對我有啲人講，譬如講咧，嗰30,000+唔係咩問題啊，或者係即係個始終唔係習慣台灣嘅生活，但係客户環境搞唔到嘅話咧，其實仲緊慘啊。有人問咧，第時依個科技咧發展到5G。快緊過習近平射精咧，即係喺網上應診可唔可以幫呢一啲孕婦把脈啊咁樣樣啊？嗱，呢個就係脈診科技嘅進步，但到目前為止呢一刻，早十年已經好多公司啊，好多呢啲IT 公司研究，但係而家全部都唔可靠嘅，因為個脈象咧，佢個波形佢點樣規範同標準化，到而家仍然未有定論。即係孕婦個波形係好難未得規範。係啦，個波唔同嘅，可能係咪再用？摩斯密碼咧，就喺度震震咗過嚟，跟住就得啦。好啊，嗱，依度咧就因為清風街有條天橋啊，但係阿總理知唔知道曾經發生咗一單香港奇案？我唔記得咗啦。依度咧，依個就係三郎奇案啊，黃應球啊，哦，即係嗰個因為冇速度，跟住跑得慢，同埋冇力水嗰個咧，個爸爸。OK。黃應球咧就係依度俾三郎咧就截停架車夾鳩走就依個地方嚟。OK。就依一個位置，就係清風街依一個位置就夾撚咗佢走。係啊，所以有時咧，當你知道香港好多本土歷史嘅時期咧，你就屌突然去到某一啲位咧，你都可以有啲故仔去講啊。即係正如我嗰日 po 咗個 post 咪碗沙街嗰度點解有個南摩嚟陀佛碑嘅？係，你知點解㗎？我係咪撞車啊？我唔知喎，嗰個骨頭路嚟㗎，請問點撞車？啊屌！我都唔知喎。我都想你答。好啊，而家喺呢度同大家解釋啊，碗沙街大家都知道大坑，大坑個名點樣嚟啊？除咗啲女人有條好大嘅坑之外咧，其實最主要原因即係有條坑喎，嗰度屌你！即係有條坑，嗰條坑咧就係依一個運動場入去嗰個位置。咁嗰條坑。Hello。再上上面咧，就其實一個好撚大嘅潭。咁喺大嘅潭咧，亦都係一條好撚闊嘅溪。咁當時嘅居民咧，就喺碗沙街嗰度做啲洗滌啊、洗燙啊，同埋做一啲嘅染布啊，即係洗布啊嗰啲嘅工作啊。
咁啊喺嗰度咧就係好出名啊，咁所以嗰條街咧就變成咗碗西街，即係好似旺角種西洋菜叫西洋菜街，旺角做通菜叫通菜街，旺角有煙廠叫煙廠街啊咁樣啊。咁啊，煙霧房街咯，房街。咁啊，碗西街嗰度嗰條大溪咧，碗西街嗰個村民咧，啲小朋友咧，成日喺嗰度玩，浸死啦，浸死，浸死得多就有依一個嘅大坑坑渠底揾。替身細路仔夜晚叽家家笑哈哈嘅依個嘅都市傳說，華富村嗰大嗰啲咁樣嗰啲問題，咁所以嗰度咧就有一個嘅南無阿彌陀佛碑啦。咁好啦，點解而家喺個石山下邊一條密封咗嘅路嘅上面起緊咗嗰個嘅南無阿彌陀佛嘅石碑咧？就因為嗰條坑咧，就喺依一個嘅上世紀咧，就已經係填冧平咗。咁原本咧就係洗衫嗰地方咧，喺上面咧就已經有蓋啊。咁而嗰條坑渠咧，其實喺我哋而家個路面嘅下邊咧，有水道咧咁樣走緊咗出去嘅，就係咁啊。我明白。主要係咁嘅情況啦嚇。好啦，我係中老52歲，如果想去台灣有冇有運行？感謝指教。嗱，如果你中老52歲，好似我咁靚仔咧，就一定有運行啦。首先你可以貼一張相上我哋新竹嘅俱樂部，我會批你嘅個鋪，我批你個鋪，大家去對平頭揾足下啦。冇撚錯啦，咁啊當然，但係好多嘢食添啊，要52歲健康嘅話，你食唔食啫？冇錯，扣肉多扣肉啊！係啊，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嗱，我始終你會覺得有一樣嘢啦，以前移民台灣咧，嗰個如果用經營者方法去咧，個成本咧係輕好多嘅。係，咁但係咧。奈何俾阿蕭若元先生搞搞咧？而家全世界咧都要做足3年嘢，咁你經營者嗰個方案咧，因為要做3年嘢咧，你有賺有蝕噶嘛。咁唔好講你蝕先啦，或者賺先啦。你每做一年，你咪一定要報税要請人啦。咁你咪會貴咗咯。我朋友啦，我前面分羣俾你睇，我朋友啦，睇你唔講咗之後，跟住阿老蕭攬咗搞啦咁嘅嘢咧，女人嚟，屌撚到阿老蕭我，屌你老味真係。咁所以老蕭而家又要按樓，又要按撚埋二環財務，咁咪抵撚死咯，係咪先？佢女街坊啊嘛，啲咁嘅撚樣，係咪先？屌你老味，你真係你做到嘅，我當然知道老蕭用啲咩撚嘅方法做啦。你唔好撚公開講啊嘛，你做撚到咁撚樣，教人哋買 passport， 係咪？唔撚得嘅，正正啲嘢唔撚得嘅。係啊，屌你後屘係要燒炮仗，跟住話俾人知我搞緊咗你老婆嘅。咪同埋咧，依幅嘅就係佢上咗車就望飛走。係啊，冇撚錯，真係好唔撚好啊。咁啊，而家我哋而家點啊？對對標先，8:08就係。8:08，咁好啦，咁我唔嘥大家時間啦，因為要交翻個場啦。咁啊，今晚嘅依一個嘅大院有落咧，就係講依一個嘅香港嘅64回憶。咁啊，當然我哋睇緊到。個社會嘅變化有好撚多嘅冚家產賣港產。你有冇印象？阿波嗰陣時喺咗加拿大，我好撚有記得。當時咧，譚詠麟去你個新華社唱好骨，係嘛？係啊，咩誰知我內心多苦悶，即係同班學靚靚仔一齊喺度唱嘅當時係。咁啊，當然我哋都揾翻梁振英嘅，即係屌中共嗰啲嘅嘅嘢啦，係嘛？咁啊，亦都揾埋梁美芬出嚟啦。係，我哋可唔可以要咁醜位？係啊，咁啊，即係當然啦，但係。可幸的就是哥哥家居和妹姐死得早。好彩死得早。好彩死得早。一是就激死一是就投共。是啊真的。Anyway, 你想象到張國榮現在被人打簡直就沒投共被人打。是。那怎麼辦是不是那不開心。嗱，可以告訴大家呢蔣志剛呢我堅信他是沒有簽這個的反國安法的國安法的他一定會有簽反國安法他沒有簽國安法原因是為什麼呢當年這個歌叫做愛自由為自由那首歌是蔣志剛親身拎名錄影帶上北京、okay. 如果一個人是冒險還有 Raiders 的黃賢剛如果一個人是冒險這樣去上北京你想想他的信念沒有生命危險都可以這樣去反共是的你想想他會不會真的會撐國安法呢系，系咪？冇錯。咁啊，即係我老我嘅分析啦。同埋佢咁樣講咧，話同民同姓嘅，咁啊，其實即係大家落台。係，梗係好落台啦。好落台。好啊，今日係咁多啦，嚇咁啊，多謝列大夫嚟同我哋行街，濕撚曬命嘅身，濕曬，係，濕曬，濕曬，拜拜。